佛告诉阿难说，西方极乐世界中的诸菩萨众都能够完全洞视彻听十方世界及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事情，对于其他世界的诸天人民以及鸢飞蠕动等六道众生，他们各个心里邪正善恶的念头和想要说出来的话，以及何时度脱、何时得到往生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诸菩萨众都能预先知道。有西方极乐世界的住声闻众，他们的声光能照几步之地，菩萨的光明能照百由旬。有两位大菩萨最为十方大众尊敬，他们的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问佛，世尊，这两位大菩萨的名号怎么称呼呢？佛回答说，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这两位大菩萨在娑婆世界修菩萨行，往生极乐世界时便常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他们想到十方佛国度化众生都能随心所欲，现在他们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教化众生求生净土，世间善男子善女子如果遇到紧急危难恐怖的事实，只要一心皈依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脱离灾难。再有阿难，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现在及将来往生的一切菩萨都决定能证得究竟一生补处的果位，除了是为了普度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的菩萨，这些心怀大愿的菩萨们视现在六道轮回中，为度群生，为众生做狮子吼，视现无畏勇猛的德相，以度化众生的弘誓功德而庄严自己。他们虽然生活在五浊恶世，视现与众生同类的身形，但他们直至成佛都不会有真实的恶趣苦受。他们在所生之处都能知道自己过去的宿命。无量寿佛是为度脱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他们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让他们都成佛。这些众生成佛以后，又回到世间去教化众生，让众生成佛，这样辗转教授度脱的人数没有办法数得尽。十方世界的声闻菩萨所有众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证得大涅槃道，应当做佛的人数无法计算。西方极乐世界是恒常不变的一真法界，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数再多也看不见增加，为什么呢？好像大海为水中之王，所有江河的水都流入海中，大海的水也不会有所增减。十方世界有无数佛国，阿弥陀佛的国土寿命最为长久，国土广大无边，清净光明，妙好庄严，众生快乐，在所有的诸佛世界之中是最为独特殊胜。这都是阿弥陀佛在因地做菩萨时修道所求大愿的圆满，以及无量劫中积累功德所形成的。阿弥陀佛对于十方众生的恩德布施无有穷极，真是深广宏大，无量无边，无可尽说啊。佛又告诉阿难，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的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一不是圆满具足。极乐世界的菩萨大众对于诸佛如来所说的深密玄奥的真实语
都能究竟明了，自然能调伏六根，得到身心清净、柔和、随顺于正道，而没有残余的烦恼习气。他们依照阿弥陀佛的教化，修习七觉圣道，修行五眼，能照见真心本性，洞达宇宙万法。这些菩萨大众，肉眼能观色相，天眼能见十方恒沙世界众生的生死业果，清净法眼能遍观一切诸法，慧眼能见宇宙万有的事实真相，具足佛眼，觉了一切法的本性。极乐世界的诸位菩萨都具足自在无碍的辩才，能掌握一切法的总原则，他们能善巧说法，所说的法诚恳真实，能深入义理法位，为度众生而表演宣说正法。正法的内容既无相无为，无缚无脱，没有种种分别执着，远离一切颠倒妄想。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对于一切受用都不贪着，他们便由十方佛刹教化众生，没有贪爱，不生厌弃，没有希求或不希求的念头，他们没有人我之分，更没有亲疏恩怨的念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极乐世界的诸大菩萨对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礼心的缘故，所以能舍离一切妄想执着，具足成就了无量的功德庄严，以无碍的智慧皆知一切万法究竟明了。他们善知苦、集、灭、道四谛之理，以音声方便教化众生，不喜欢世间无义之谈，爱好宣说真理。极乐世界的菩萨们了知世间一切诸法皆是虚妄，生身苦报与烦恼这两种愚习都已断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圆满的一乘教法，从而达到涅槃彼岸，决断一切疑惑的束缚，正无所得，以方便全巧的智慧增长了知教化众生的方法，安住智慧神通。他们所证得的一乘佛果，也是从他们心中自然显现，绝不是从外面求来的。西方极乐世界菩萨们的智慧广大深远，犹如无边无际的大海，他们的觉悟心如须弥山般高广，菩萨自身所放射的威德光明超过日月，他们的清净心像雪山那样洁白，菩萨的忍辱心像大地一样，能够平等包容一切。他们清净修行，如水一样洗出种种的尘劳垢染，智慧像炽盛燃烧的大火，能够断除烦恼。他们像风一样，没有执着障碍，得大自在。菩萨说法的法音像雷鸣般震动，警觉那些还没有觉悟的众生，又像甘露一样能够滋润一切众生。他们的心量如虚空一样广大，能以大慈心平等对待一切众生。他们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菩萨的大慈大悲像泥居树一样，让一切得清凉自在。其智慧如金刚杵，能断除众生烦恼、邪见、执着。他们的信心、愿力坚固，如铁围山一样，一切邪魔外道皆不能动摇。菩萨一心正直，真诚地安住在一乘法中，以善巧方便为众生说法，同时具有决断的能力，
精进求法，广为众生演说，都没有疲倦。菩萨严持戒律，犹如琉璃，内心清净，外表威仪具足，所说的法令人心悦诚服。大明法鼓高建法床，放置慧光，广宣妙法，破除众生的无明痴暗。菩萨们内心纯净，仪态温和，远离妄想、分别、执着，对于一切事物都能明察秋毫，所以能做众生的大导师，调伏自己和他人。菩萨引导众生舍去种种贪爱执着，永离贪、嗔、痴三垢，他们自在快乐，游戏在神奇通达的境界之中。由于他们的愿力，能生出一切善根，降服一切邪魔外道，尊重奉事诸佛的教法。菩萨们如同世间的明灯，是世间最殊胜的福田，最殊胜的吉祥，他们应该受到众生的供养。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威光明盛，内心清凉自在，法喜充满，他们勇猛无畏，具足声色相好、功德辩才等种种庄严，没有能与之相比的。十方世界一切诸佛恒常赞叹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们达到了究竟圆满的果地，而常安住于不生不灭的一切正定之中，尽虚空遍法界，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永远不会落入二乘的境界。阿难，我今只是简略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往生到那里的菩萨们真实利益功德都是这样的，如果细说，纵使百千万劫，也实在是说之不尽了。佛告诉弥勒菩萨及与会的大众们，极乐世界里的声闻菩萨，他们的功德智慧不是我们的语言所能赞叹称说的，他们的国土精微奇妙，安乐清净，这样美好的地方，众生为什么不自然而然地努力修善，修行正果呢？极乐世界菩萨们能够供养一切诸佛，观经修行，他们长时间的熏习，表现出才能勇猛，他们信心坚定，不会退转，永不懈怠的心，他们外表显得从容悠闲，内心却精进修行，其心量如虚空一样，适得其中，所以能钟表相应，自然成就。菩萨们常常检点收敛自己的行为，时时提醒自己心行端正，所以他们身心清净，没有一切烦恼习气。菩萨们志愿坚定，不增不减，他们的修行平和中正，不会误落倾斜，遵随经法约令，不敢有分毫闪失，如同工匠谨守绳墨，唯一仰慕只有成佛之道，此外空无他念，没有忧思，自然无为，如虚空一法不立，所以安然无欲，为普度众生而静心求索。他们心怀慈悲怜悯，采用契合世间道德、人情风范、礼俗观念，以及包罗出入世间一切事力，来教化众生解脱轮回之苦。菩萨们的自信保持不变，真如本性清净洁白，他们有上求下化、至高无上的志愿，所以静定于安乐之中，他们能于刹那间豁然开悟，明心见性，开悟之后能明了通达自信所显现的一真法界，并能通达明了宇宙万象的自信本体，
自信的德能马上显现，释放出无量光明，这些光明彼此交错融汇，变幻最为殊胜。极乐世界的七宝和万物，如北俱泸州一样，都是自然变现的。你们应各自精进勤修，努力自求，必然超脱轮回，往生无量清净的阿弥陀佛极乐净土，必然横超六道，恶道就自然闭塞。极乐世界是最圣之道，可惜意趣而无人。极乐世界与众生的愿望不相违逆，本身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你们志愿如虚空一样如如不动，一心勤修佛法，愿求往生极乐，便可在净土获得长寿安乐。为什么还要贪着世间俗事俗利没完没了的忧虑，为世间无常所折磨呢？世人都在计较那琐细无益的世利俗物，在此痛苦不堪的五浊恶世中辛勤劳作，以求自己寄生，苦中求乐。芸芸众生，无论是尊卑贫富，年少年长，男人或女人，皆因不断的欲念而积极忧虑，由此而引发无田忧田，无宅忧宅，家人财物有或没有都一概担忧，得一忘二，欲望与获取总是同时增长而没有止境，还要担忧意外发生，如盗贼、冤家、债主、水火灾害、劫夺等使拥有的蒙受损失，众生牵令的心非常顽固，对于拥有的一切都放不下舍不得，但是到了命中的时候全部都得舍去，没有一样能够带走的，不管贵贱贫富都是一样，大家都有无尽的忧虑苦恼。世间的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应当相互尊敬友爱，不要相互憎恨嫉妒，应该相互帮助，不要贪心，说话神态应当保持温和，不可相傲暴争，如果发生意见纠纷，会产生嗔恚怒愤，后来愈演愈烈，最终结成深仇大恨，世事往往如此，不断积累祸害，即使当时恶报没有立刻显现，但应当立即寻求破解之法。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来独往，苦乐都是自作自受，没有谁能替代的。由于善恶的变化，会追随今生，并影响来世，所以道路各不相同，相会无有期限，何不趁此强健之时努力修行善道，还想等什么呢？世人因不识善恶，无法看到吉凶祸福的因果，所以竞相造作恶业，致使身心愚昧昏暗，并且相互教授，所以颠倒相续不断，轮回生死无有了期。他们之所以这样糊涂固执，是因为不信经法，不做长远考虑，只图眼前一时的称心如意。这种情况是由于迷惑于嗔恚，贪着于财色而产生，且终不休止，实在是悲哀可叹的。前人的这些不善、不正确的道德观念，是由于没有善知识去教导他们，这种情况是无可责怪的。对六道轮回、善恶因果都不相信，认为根本没有这事儿。其实只要左右看看，便可见到，有的父哭子，有的子哭父，兄弟夫妇交替相接哭泣，有死便有生，
轮流眷恋，生离死别的幽爱感受像枷锁一样套牢了人们，让人永无解脱之时，思想所有恩浩都离不开情欲。如果不能深思熟记，决定精进修行，这样到了寿命终了时就无可奈何了。对道理迷惑的人多，而悟道的人少，因此各怀杀毒，恶气冲天，为妄想而作恶多端，违逆了天地好生之德，待到发展成罪大恶极时，便立刻被夺走寿命，死后一定落入恶道，没有出头之期。大家应当好好思量计划，远离众恶，择善而从，勤奋努力，精进修行，当知爱欲荣华不可长久，都会别离，实无真正快乐。大家应当勤奋精进修行，求生极乐世界。一旦生到极乐世界，就能得到智慧明达，成就殊胜功德，不要再随心所欲，不遵守经戒而落在别人后面呢。弥勒菩萨于是说，佛说的教戒真是至善深刻呀，我等与会众生都蒙受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超过诸天圣人而为至尊，佛所说法光明彻照十方，没有极限，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天得以遇佛，又听佛说无量寿经，大家无不欢喜，心得开明。释迦牟尼佛告诲弥勒菩萨说，恭敬佛的众生视为大善，是在应当念佛，断除疑惑，拔除各种爱欲，杜绝各种恶缘，游走三界而无所挂碍，开眼示现佛法正道，度化那些还没有觉悟的众生。你们应当知道，十方世界的众生从久远劫以来辗转五道轮回，沉沦生死，忧苦不断，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时最为苦痛，死时更为苦痛，身体臭恶而不清净，实无欢乐可言。应自下决心，洗除心中污垢，说话行为忠诚守信，表里如一，这样的人必定能够自行度脱，转而拯救帮助他人，一心追求实现成佛大愿，积累善根。虽一生精进修行十分勤苦，也不过是很短暂的时间而已，将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可以得到无穷无尽的快乐，并且永远脱离轮回，不再有忧苦烦恼的祸患，寿命无量，随意自在。你们应当各自精进修行，把往生净土的愿望切实地变为行动，不要疑惑反悔，以免造成过失，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边地城中，于500年内见不到佛，听不到佛法，而受诸苦啊。弥勒菩萨领受佛旨，乃向佛言，今天我们受到佛的明白教诲，我等自当专精修行，并如教奉行，不敢半点迟疑。释迦牟尼佛告诉弥勒菩萨说，你等能于此着事端正心意，不做种种恶业，堪称大德。为什么呢？十方世界善多恶少，容易接受开导教化，为此五浊恶事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众生，使之舍弃五恶，去除五痛，离开五烧，降服化出他们的痴迷之心，使之手持五善，让他们获得福德。什么是这五呢？其一者，世间众生想做种种恶事，强者制服弱者，强者又有更强者要降服他，
辗转克制，互相残害伤杀，弱肉强食，不知为善，而后必受惩罚。所以世间众生有贫穷、乞丐、孤独、聋盲、暗哑、痴呆、丑恶、残废、癫狂等，都是因为他们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所造成的。世间也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的人，他们都是因为前世慈悲孝顺，修善积德，现在世间能看到果报的事，更有寿终之后下到冥界后看不见的果报之事。在冥界转生投胎，再受色身，去到不同的地方，还会有地狱、禽兽、飞蝇、爬虫等众生，这就如同世间的法治牢狱，具有聚苦集刑各自的魂神命经，相随自己所造的罪业到恶道去受苦。不管寿命或长或短，或去的冤家债主相互追随共生，更将前世的冤仇债务一一报偿，所受的殃厄如果没有报尽，终究不能脱离，必定辗转在三恶道中，难得出离，难得解脱。这种痛苦不是用言语所能形容的，天地之间，因果之事，自然如影随形，必然有如是的报应。虽然不会立刻受到报应，但善恶因果真实不虚，因缘会合时，必受其报。其二者，世间之人不依教法，骄奢淫纵，任心自由放肆，身居上位而不自律，诬陷冤枉，损害忠良，心口不一，投机取巧，诡诈多端。不论长辈晚辈，自家还是外人，彼此互相欺狂，嗔恚愚痴，凡事利己贪得无厌，必定发生利害冲突，互相争夺，于是结愤成仇，甚至家破人亡。这些都是不顾因果报应的所为。富人悭吝贪惜，不肯施舍于人，爱贪欲念，顽固深重，终生身心劳苦，如是到死，财物没有一样能够相随，唯有一生所造善恶的业力追随于他在六道轮回。做善得生乐处，作恶必遭苦毒，有或见人行善，反生憎恶诽谤，不思敬慕效仿，常怀盗贼之心，盗取他人利益，用作自我供给，销售用完又复再盗，这当然逃不出神明的眼睛，终将被打入恶道，自然有三途恶道的无量痛苦等着他。其人辗转于三恶道中，累劫也难以脱离，其苦不堪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由于相互之间的业因寄生于世，寿命能有多长？不良之人心术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行，烦恼的欲望填满心胸，邪态外溢，损耗家财，用来做非法事情，正当之事不肯去做，又或拉帮结伙，兴兵相伐，攻劫杀戮，胁迫强夺，以此种种恶行得来的财物拿去取悦妻妾，极尽能事的行淫作乐，大众对此憎恶厌绝，埋下祸患苦果。如此恶人已被人鬼神明记实账上，命中之后自然堕入三途，受无量苦恼，这样辗转在三途之中，累劫难得出离，真是苦不堪言。其四者，世间之人不念修善，乐于搬弄是非，恶语相向，交互欺狂，
巧言令色，憎恨嫉妒善人，败坏贤名，不孝顺父母，轻慢师长，对朋友不守信誉，难得以诚相待，称高自大，自吹有道，横行霸道，仗势欺人，让人未尽，真是不知羞惭畏惧，时刻心存傲慢，确实难以降服教化，因为其前世积下的福德诱故，才没有受难。但今世为恶，其福德尽灭，其命终了之时，各种恶业与他一道缠绕，又因为恶行全被神明记于其名籍中，恶业牵引的结果是无从舍弃的，只得一路前行，入于火火，身心遭受摧碎，神行苦极，到那个时候真是后悔都来不及了呀。其无者，世间之人停留在懈怠之中，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而后辈违背忤逆，像是冤家对头，还不如无子。复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散，单是美酒好食，专横跋扈，不近人情，无理无义，所以无法听劝明理，六亲眷属又无资物，全部顾念，不感激父母之恩，不心存师友之意，心常念恶，口常言恶，身常作恶，未曾做过一件善事，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因果，欲害阿罗汉，离间僧众，使之争斗，蒙昧无知，反而自以为聪明，不知道生从何处，死后何去，不懂仁爱和顺，妄想长生不老，对待慈心的教诲不肯相信，对苦口的劝勉无动于衷，心中闭塞，无法开解领会，大命将终，悔惧交加，不预先修善，死到临头方生后悔，可是悔之于后，已是悔将难及。天地之间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只由自身承担，他人无可替代。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这其中的道理，有谁能知道？唯有佛。佛所教导开示的真实之相，信受依行的人少，所以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像这样的凡夫俗子，的确难以全部度脱，所以才有三恶道无量苦恼，让这些凡夫俗子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堪言。像这样的五恶、五痛、五烧，犹如大火焚烧人身，若有人能在火烧之中，如果能够专一其心，制止意业发生，端正其行为思想，言行一致，诚心诚意，不管世间污浊如何，独作诸善，不为众恶，其人独得度脱，获其福德，可得以在无生无灭的涅槃境界中长生，是为五大善也。释迦牟尼佛对弥勒菩萨说，我告诉了你们这个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因果轮回的实相真理，若敢有犯此五恶，定遭恶报，或其今世就得现报，先被疾病祸害，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让大众得以见证，或其人在寿终之后堕入三恶趣中，忧愁苦痛，酷刑荼毒，自业之火炙灼自身，与他的在世冤亲债主共处一地，相互杀伤，从细微开始成大灾祸。这两种恶报皆由贪迷财色，不肯施惠他人引起，
只想自己快乐，无视所行是非曲直，由自私贪婪的痴欲所迫使，损人利己，不择手段与人争利，所得富贵荣华，自觉当时快意，皆后不能忍辱，更不行善积德，威势日渐衰微，随以磨灭。天道恢恢，自然各种纠纷并起，最终只有孤独惊惧地堕入恶道之中。古今事例屡见不鲜，真是痛哉可伤。你们得到佛言经语，应当深刻思维其意，各自静守奉行，终身不能懈怠，尊重圣人，敬重善业，仁慈博爱，应当发愿寻求脱离生死轮回，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不苦痛之道。你们大家做善，首先得做什么？眼、耳、鼻、舌、身、意，皆当自我端正，身心洁净，与善相应，不要顺随嗜好欲望，不犯诸恶，说话态度应当平和，修行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其行、住、坐、卧，一举一动都应当安详镇定，从容不迫。做事仓促，必然会失败后悔，若所行不慎，将导致前功尽弃。你们应当广种福德，不要违犯戒禁，要忍辱精进，用心专一，守斋持戒，务使身心清净。若能在此绘图守斋持戒一天一夜，胜过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年。为什么呢？因为极乐世界都是各种福德善事积累而成，没有毫发之恶。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善十天十夜，胜过在其他佛国修善千年。为什么呢？其他的佛国天然有佛德，没有造恶之地，唯此世间善少恶多，饮苦吃毒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为你们众生悲哀，所以苦心慧欲授予经法，令你们受持思考，如教奉行。不论对尊的、卑的、男人、女人、眷属、朋友，转述我的教言，要互相检查约束，使言行举止和顺礼义，欢乐慈爱孝顺。如有违犯经戒的行为，则自行悔过，去恶而敬善，朝闻过而夕改，奉持经戒，如穷人得宝，改往修来，喜心易行，自然感应到佛力加持，凡有所求都能圆满。佛所到之处，大到国家，小到乡邑，凡众生聚居之处，没有一地不蒙受教化，也没有一处不呈现祥和太平万邦和睦的景象，日月清明，风调雨顺，灾害不起，瘟疫不行，国家丰足，人民安乐，刀枪入库，尊崇道德，兴师仁政，宣传礼让，国无盗贼，世无冤枉，强者不凌弱者，人人各得其所。我怜悯你们，胜过父母，慈爱儿女。我在此五浊恶世作佛，以善攻恶，拔除生死之苦，使众生获得五德，生至无为无爱的常乐心境。我圆寂后，经法佛道将逐渐泯灭，那时候人心现邪狡诈，重新作恶，五烧五痛越来越剧，你们应当辗转教界，按照佛在经上所说的方法修学，依教奉行，决定不可以违犯呢。